前六名的颁奖。我们要邀请我们台南市体育总会秘书长陈良前秘书长来为我们担任奖状颁奖嘉宾。我们的大大家长林建昌理事长来为我们颁发奖杯的颁奖贵宾。名次宣布：第六名17号陈洪胜选手，第五名19号郑世清选手，第四名25号刘义宏选手，第三名20号郑家耀选手，接下来第二名是27号肖明宇选手，好，我们的第一名是82号康富奇选手，恭喜！我们请我们秘书长为我们颁发前六名的奖状。